搭搭呢個朋友，佢叫 Dean 啊，佢就問1024快手，咁佢咧就78蚊有貨嘅。佢話誒應該止蝕好啊，定係話繼續等佢反彈咧？如果反彈，可以期望咩位咧？唔該曬。嘅股份要反彈，睇翻個圖嚟講，個圖就唔係好靚仔，因為其實自從喺個七月以嚟咧，都係一浪低一浪啦。咁你但係你75蚊，老實講又78。又唔係差好遠嘅，到而家嚇。咁今日嚟講，嗰、那個成個氣氛唔走啦，咁下跌係好容易預測到。而且佢每日個波幅嚟講，其實都講緊係4-5蚊可以。咁所以你話有冇機會去翻你買入價咧？我唔敢話完全冇。咁但係咧，如果個走勢嚟講咧，如果能夠翻到你買入價咧，都係一個好適當嘅時期咧去止一止，即係走一走啦。因為其實個走勢講快手嚟講，的而且確咧係麻麻地嘅。近期如果睇翻圖嚟講，喺大概個玻璃加通道中軸嚟講咧，個阻力係相當大，因為其實喺今年七月嘅中以嚟咧，其實佢未曾嘗試成功突破過咁滯啊！除咗話出現一段兩日之外咧，期間咧去到呢個位，而家呢個位大概係講緊73蚊到啦，就可能有啲阻力喺度啦。咁所以你話如果有機會上翻你嗰個買價5.78啦，可能貼近翻76、77嚟講咧，其實都係難度都大嘅，但係完全唔好。咁所以我覺得，如果你而家咁嘅情況想搏，我又覺得不如你睇下你個情況如何啦。我又覺得不如試下可能喺呢位今日就冇啦，今日咪實在係太驚慌啦。可能你去翻上翻貼近翻73、74咧，可能要可以走啲先啦。因為睇翻個圖嚟講咧，其實近期真係咧，一去到呢個中軸線咧，就真係有啲回落噶啦，係啊。